我将为确认台中市歼灵港任务队在实际作战情况下应变能力的永安三号民防演习，今天下午2:30在省立台中商专的运动场展开。首先由警备总部副参谋长林峰大将率领8人裁判小组，在中区警备部刘副司令陪同下，演练了民防人员和装备检查，并举行了在假设情况下的各种综合勤务演习。由于演习情况逼真，动作熟练，曾受到裁判和参观人员的一致好评。这项演习全部过程历2个半小时结束。